中州大天宫，农夫泉水的流，在水上嘉义水上哦，水上国中的对面哦，省道旁边哦，省道旁边，白人牙膏观光工厂，白人牙膏观光工厂老板建的，老板盖的庙，还有。观光工厂里面还有将军府哎，将军府哎，很雄伟。从大陆江西那边买的清朝时代的那个金德衡将军的古宅啊，他那个建材都拆下来，然后运回台湾嘉义水上这边来建造，还是叫将军府。先上书，我发现人给装了，庄园将军，庄园元帅，李虎元帅，庄园元帅是太子爷公啊，你。庄园元帅是太子爷公啊，太子爷公。东营萧公姓圣者，西营哎，东营张公圣者，南营谁是萧公圣者？西营刘公圣者，南北营连公圣者，北营连公圣者。哦，顾客都来参观了，哦，来参观。还有亲子馆呢，你看，还有亲子馆呢，还有许愿钟啊，还有善书呢，善书印证的地方，哦，你看前方那个红色彩绘的那个建筑，你看水上国中呢，水上国中。中州大天宫的五千岁，嗯，哦，这。特殊的艺术品，太天空哦，罗汉罗，一般罗汉罗，汉罗像哦。
哦，十八罗汉。嗯，十八罗汉。嗯，木桶木桶，木桶还有鸟，木桶还有鸟，木桶还有鸟，啊，木桶还有鸟，哎呦，这石头也都很美。哦，远方那个红色的建筑，水上国中，水上国中，哦，那是八罗汉哦。十八罗汉的，十八罗汉，十八罗汉，十八罗汉，哦，开心罗汉，还有芭蕉罗汉、虎虎罗汉、降龙虎汉、罗汉降龙的吼，罗汉布袋罗汉的布袋和尚的布袋罗汉，降龙罗汉、虎虎罗汉，降龙尊者转世做济公活佛的，一般的是传说就是这样。有沉思，有挖耳，有欢喜，有看门，啊，有脱探，有探索，有降龙伏虎，有长眉，有芭蕉，有过江，有开心，有静坐，有举钵，有骑象，有骑鹿罗汉。传说还有加入梁武帝或者是智公禅师的，哦，都是用那个特征来命名。不是用那个印度人的名字。